千人真饭，是整个缅甸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，同时亦都是体会佛教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活动。每日的清晨，位于马加纳市南部的马哈根德昂加干真园，接近千名的僧侣就会上到大街上面进行布施，年纪最小的只有四五岁，年纪大的亦有三四十岁，他们都是来自缅甸不同的地方，但是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学佛。这里的僧侣每一日只会用两餐，第一餐为早上的四点钟，第二餐为十一点钟，他们都遵守干不食的规律。在每日大概十点钟左右，就会有接近千名的僧人一起化缘。这一种具宗教色彩的活动，吸引了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参与。由于他们是分数不计，因此都会很多游客将他们所拥有的食物分享给他们。而我去的当日，刚好有个团体布施给他们，场面极之为震撼。而对我自己而言，布施的食物并不是一个重点，而是有一颗布施的心肠。哪怕是一粒糖、一滴水，与人分享的心永远都是最快乐的心。当他们化完之后，就会一个一个慢慢去到庙入边用餐，继而学习每天如是。曼德纳的有木寺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，这里曾经是皇宫的一部分。由于缅甸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亦都受到战火的波及，能够避过战火留下来的木结构建筑可以说少之又少，要同时是皇家的一部分和木结构建筑，曼德纳的有木寺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间。因此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考古上，这里亦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。而整座有木寺都是围绕着佛教作为它的主题，基本上在每一个的角落都会见到用有木雕成的佛像，单架一边已经超过过百尊的佛像，同时亦都可以表达小乘佛教之中人人可以成佛的理想目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木寺这里女性是不可以参拜的，可以说是男性专享的福利。最后要讲的是曼德纳最出名的乌本桥日落。乌本桥亦都是用了最珍贵的有木去建成，因此亦都称做有木大桥。时间许可的话，不妨来到这里观赏日落，享受属于你自己的缅甸时光。明白了吧？